大家好，民以食为天，不好的饮食习惯造就了千灾百病。我们知道名字改运，但是你知道饮食转运吗？已经把菜准备好了，看看漂亮的五花肉，蒜苗回锅肉，是蒜苗洋葱，是吧？好，锅热了，撒点点油。我们杨师傅做饭有一个特点，就特别的健康，油用的少。嗯，小火边。五花肉还有点肥呢，其实也不是这，这都是这样，这已经是可以的，好处没不好吃。不用豆瓣酱，香辣豆瓣酱，那个是香辣豆瓣酱是吧？对。小炒的嘛，它没有那种麻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回锅肉它有点麻，你知道吧？这其实我们也叫小炒肉，一样差不多，你知道吧？做法。回锅肉那个麻放的是啥？花椒？花椒吗？嗯。你这会儿还没放花椒啊？我们不放。不放是吧？嗯。南方人吃麻没那么厉害，是吧？蒜苗、洋葱，哎，我们杨师傅做饭就是看着清爽，绿是绿，白是白。给它搅拌在一块，你看，就是放上那个叫什么香辣豆瓣酱，然后上次我们熬过打过了，好像对，就是我们熬过的，打过细腻的那种，对，打碎的。我们再放点生蚝、海鲜酱，这是海鲜酱，嗯，哦，这么多。就是我们里面，如果是放点豆干啊，也可以。嗯，对，味道就。对。这跟我们做干锅菜其实差不多，对吧？是吧？嗯。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做干锅。嗯。虾啊，干锅蟹啊。嗯。对吧？都是其实，都是。这样先扁熟了。都是做法都差不多，其实。是啊。来点酒就 OK 了。对，再来点绍兴料酒。料酒的作用是啥？增香啊，增香去腥。好，尝一口呢。尝一口啊。嗯。好。味道怎么样？嗯。越嚼越有味儿。嗯。你吃了美味儿，然后呢？这叫下饭菜。对，食来运转，美味儿回锅肉。